创造101又一选手要亮了，被众多粉丝 diss 刷票上热搜，网友黑幕。创造101是现在一档很火的女团选拔综艺节目，里面的每一个女生都是有着自己的特色和美貌的，也是让观众觉得无法抉择了，可见里面的小姐姐都是很优秀的哇，所以现在的收视率才这么高。不过别看这些女生们在镜头面前都是这么的和谐，但是仔细看会发现真的是满满的都是戏啊，还有粉丝与粉丝之间德行互掐，真的是让很多男同胞都表示看不懂了。这部最近里面的一位女选手高颖希的排名也是很莫名其妙的登上了很高的位置，这也是引发了很多粉丝的不满，有网友质疑她是在刷票，因为她长相和实力在里面都不是最突出的，并且人气也是一直很低迷，这一次突然上升也是很可疑了。这部因为这一件事情也是直接把他给刷上了热搜，现在也是被全网给 diss 了，可见也是有多惹人生气了。不过事情还没有实锤之前，小编还是劝大家不要这么断定，毕竟人家也可能是被冤枉的。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We'll be right back.